哇塞，年代久远，历史悠久。我们这里就是位于瓦兹省的皮耶峰城堡，它是新天鹅堡的原型。1017年曾经被拆除，直到后来著名的建筑师维奥莱勒杜勒将其修复。同时呢，传奇性的建筑巴黎圣母院也是由该建筑师来进行修复的。在千柱艺术的影响之下，这两大建筑也均以千柱屋顶几间之装饰，成为了鲜明的特色。这里呢，也曾经拍摄过很多的热门的影视作品。你在干嘛？我听歌呀，你听一下，这歌挺好听的。谢谢。这什么歌还有点好听。来来来，到了。欢迎大家来到皮耶峰城堡。哎，首先呢，我们要欢迎我们的六位外国友人哈，欢迎你们 ，Welcome。好的，那接下来咱们就进行我们的第一个任务，叫做传声筒任务。We need win. Winner, fighting. 爱也匆匆，恨也匆匆。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爱也匆匆，恨也匆匆。你这第一轮就给忘了都。来来也匆匆匆匆，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。You just learned. Good. No song 是匆促匆促，来也匆来也匆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。OK， 爱爱爱也匆匆，爱也匆匆，恨也匆匆，恨也匆匆。恨也匆匆，还有表情的，哎，恨也匆匆，恨也匆匆，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倒计时，爱也匆匆，恨也匆匆，二 ，OK， 对，时间到，下一位，不就找几个关键词，让他们容易记住，不用全弄 ，OK。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爱也匆匆，害也匆匆。我知道了 ，OK。来也匆匆，把自己说成了外国语，越来越棒。来来来来。Lie, like a lie。你是真，哎呦，我真的真的想说吗？去也匆匆，去也匆匆。哎，哦，自己忘了。爱也匆匆，爱也匆匆，恨也匆匆，恨也匆匆。来，时间到。